好，而家我哋大家介紹點樣打開同埋接埋呢架車啦。好簡單嘅啫，只需將個腳踏收埋，將個坐墊拉拉，再沉翻低，咁就做到噶啦，而且仲好輕巧添。好啦，打開都係相同步驟，腳踏就係咁樣噶啦。如果想把屋企位摆喺车度更加细个嘅话咧，都系好简单，将个坐垫拎走，后面嘅椅背仲可以收埋，脚踏一样收翻埋。系咪好细个咧？